谁让谁动心，爱上了别恨题。Let'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。摆脱妹妹 Yumi 和澳门赌王的儿子何猷君2014年被爆出热恋交往，不过这段感情路走得分分合合，先是男方母亲出面打脸驳斥交往一说，起初男方受访时也声称异性朋友多，言下之意 Yumi 只是朋友罢了，之后 Yumi 也被爆出劈腿男模郭子豪，让男方家人相当不满，后来两人的恋情大复活，据传相约看起房子来了，看似甜蜜复合之下，怎料 Yumi 日前突然在个人网站上开骂，表示如果有个人趁你生病时不顾一切的大玩特玩，只有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得出来一个人有没有良心。网友猜测这段 po 文骂的就是绯闻男友何猷君，不过文章附上一张嘟嘴照，看似是情侣在打情骂俏，讨拍不成，结果反被网友酸是假抱怨真放闪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